Hello，今天我们吃咖喱关东煮。你们的洗手在路上了吗？嗯。这个真的比原味关东煮还要好吃。长溢牙坡的声音，你们听到了吗？鸡蛋一口嫩木，你们看这像不像拳击手套？这个是假蟹钳。淀粉蟹钳，这里面好多脆骨啊。好嫩的菠菜蛋糕，
你们猜猜这是什么？土生塞加瓦。视频时长太长了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